喂，知道了，差不多了吧？什么差不多啊？已经一年了，我也混得差不多了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们真很喜欢安排我的人生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出去。嘉恒，醒醒！我想死你了！我来看你一趟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江江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是你的幸运色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唱首歌吧，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吉他，弦怎么断了一根？老板娘，我还是要这个吧。好，我拿个新的给你。乐器店还有保安。你好，老板，请问有 Martin 木吉他琴弦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套琴弦刚被这位先生买了。啊？老板，真的最后一套了吗？真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用找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00，200让给我。师傅放开。600块啊！跟上。你不要生气啊，我知道，这不是你平时用的那个琴弦。来。兄弟，你至于从墓地偷一把吉他吗？我说了多少次，是借，不是偷。这把吉他，跟我梦到的那把一模一样。我需要它，来寻找答案。你找什么啊？你又不会弹吉他。木瓜脸，就是你，住802的。是的，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个女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先生女士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？退房。干嘛一起 ？Sorry 啊。